哇，各位马车五军动漫日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！哇，有点寂寞，声音好像有一点点小声了。哇，我再努力尝试一下。各位马车五军动漫日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！太感动了，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好朋友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A。哎，大家有发现吗？小 A 今天打扮的有一点不一样。各位朋友，你可以偷偷把眼睛看向左上角。哎，没有错，小 A 打扮的呢，就是来自桃园的漫画家明战路，也就是韦中成老师的作品。韦中成老师呢，特别制作了这个默娘。那为什么我的服装跟这个默娘的有一点不一样呢？因为明战路不只有漫画，还跟明花园做合作，还跟许多知名的游戏 IP 一起结合。小 A 身上这一套呢，就是明战路跟游戏白猫 Project 合作的特别版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的，那么马车五军动漫日，不晓得大家都已经体验到我们丰富的活动了吗？其实啊，在我活动开始之前，小 A 还有一个特别的伙伴想要介绍给大家认识哦。啊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啊，大家赶快看右边，怎么会？上还有很多的 coser 哎，我超想去的，嘿嘿，今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。等一下，除了舞台上的演出之外，外面呢还有原漫市集，各种原创商品，各位朋友平常买都买不到，绝对不能够错过哦。对啊，说了这么多，观众们也已经迫不及待想看接下来的表演了吧？没错没错，那么现在我们话不多说。快邀请我们今天所有的表演团体一起来到台上，跟大家做大合照好吗？欢迎五马宝贝，耶！五马宝贝全团的好朋友，三色连接 ，Return Cypress， Entropia， 及 Revolt， 大家有没有点掌声可以带给他们呢？哇！来，请来到舞台前方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大合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是跑错团的吗？为何严柱会凑在我们这台？来，三四人间的好朋友 ，Return Circus， 欢迎 ，Entropia， 好的，来欢迎大家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才可以，好，美少女在前面好了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的，来，那个我们军旅 Bolt 的朋友这边好不好？来，前面这边，因为你们比较娇小，好，比较娇小嘛，对对对，好，来这边请，对不起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的，来，那么我们邀请呢，现场的好朋友们，帮我们看正前方，好，萌系担当的小喵帮我们 Q 个 pose 好吗？好，快，好，爱心好吗？
武强老师，你要无量空处就尽管无量空处好了，没关系。好，请给我们一点爱心，看向正中间。好的，帮我看一下左手边好吗？哎，也给我们右手边一个 pose 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虎将看起来无所适从，不知道该摆什么 pose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各位朋友，今天刚好是5G 动漫日嘛，那帮我改一个5可以吗？是的，马车5G 动漫日，胜利圆满，非常成功，大家都有拍到了吗？没有拍到，请跟我挥个手。来，麻烦中间我们官方摄影师的镜头看一下。谢谢，好，都有拍到了哈！谢谢我们的表演团体，大家辛苦了。等一下就让我们带来一连串精彩的活动了，再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好吗？待会见。那么无码宝贝的朋友呢，可能就要第一场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喽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无码宝贝啊，他们已。